Hello，大家好，我是叶子啊。这次要特别分享的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不是食谱，但是也跟食物有关。你知道我的影片应该大多都离不开食物啦。那这次要来分享的是，当当，就是一个买花生酱试吃的概念。因为虽然我自己会打花生酱，不过我觉得就是不同品牌跟就是厂商他们制作出来的花生酱会因为烘烤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滋味。然后我喜欢的是尝试不同的东西，所以就是像花生酱，我也还是就是会买市售的，但基本上我都会买就是纯的花生酱。但是有些加盐或是加一些糖做一些特别的味道，我也会想尝试这样。然后这次就要来分享的是这三个自己买的花生酱，就是这个我之前就已经吃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干脆一起分享一下它的滋味，就是顺便一起比较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iHerb 上面买的，分享的那个 Peanut Butter Company，好像是 Peanut Butter Corporate 啦，那个原本是一只猴子的那个 logo 的花生酱，对。然后这个呢，这个是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故事，其实也不算故事啦，就是我一开始会知道这个花生酱品牌叫 My Protein，是因为我很喜欢看的一个那个 YouTuber 他分享的。这个是英国品牌，所以在台湾比较难找到。那我也是在网络上透过网购买到的。事实上，这三个都是透过网购啊，对，就是网络太方便了，很容易花钱，对不对？反正就是要来试。然后这个呢，这个是 iHub 上面买的嘛，然后这个是也是网购买的，然后这个网购买的，可是这个是台湾的。那我相信应该，你如果爱吃花生酱的人，应该可能就已经认识了。它这个是叫金红花生酱。对，我特别说一下，这边没有赞助我，就是都是我自己买自己花钱的，所以，不要误会。对，我就是很喜欢吃花生酱，所以就常常买花生酱。对，然后这个是金红，然后这个是台湾金红，然后这是英国的 My Protein，然后这个是 iHerb，我记得这个是美国的吧？哦，对，这是美国的 Peanut Butter Corporate。对，那这次就要来试吃这三个花生酱，所以就分别开始吧。那第一个就要来分享的是，就是台湾的金红花生酱。你 Google 一下金红花生酱，应该就马上就可以找到他们了。对，他们除了卖花生酱之外，也有卖黑芝麻酱，就是主要是花生跟芝麻的两个制品，也有卖花生油、芝麻油那一些。然后黑芝麻酱我也有吃过，我也有买过，就还不错。可是黑芝麻酱我觉得相对之下好像比较，是差异性不大，但是坚果就是，虽然花生不是坚果，它是豆类，其实对，可是就是很，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比较类似坚果啦，对，所以大部分还是会被归类为属于坚果那一块。对，好，话有点太多了，那就是就是这个花生酱是他们的算招牌吧，然后它有分有颗粒跟没有颗粒，那我都是吃都习惯买有颗粒的，因为我喜欢颗粒，那我们就来开吧。这一罐是新的，然后里面有密封。哎呀，对了，然后为了防止它有水分离，我现在都会就是在还没有打开之前，就是新的，我都会先把它就是倒过来放，就是类似这样子放，这样放就是可以防止它有水分离。然后就是有颗粒的，哇哦！你看得到吗？哇，我又快把它撒出来了，哈哈！我拿了叉子过来，然后，我觉得倒过来真的有帮助，因为它就不会就是，因为它有时候有水分离，它就会就是积在底部，然后你把它倒过来，就是油会往上下，这样子倒过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然后你看，每次我觉得好好疗愈哦，看到花生酱这样，然后它的颜色是比较，算是中吧，因为我自己烤打的花生酱，有时候颜色比较深，这样，然后就来吃一下。其实我吃过了，对。然后我有准备芹菜，我这个也是看那个 YouTube，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啊，芹菜加一些那个坚果酱超好吃的，就是这样加杏仁酱超好吃的。然后就是来吃看看，我想要直接吃这个，因为就没有加盐，所以吃起来还蛮中性的。然后它的烤培味不会太重，
然后也是我还蛮喜欢，就是拿来做点心的一款，就是花生酱饼干，然后还有花生叶片饼干，对，然后都还蛮适合的。那直接抹吐司当然也很好吃啦，对。那这款是我还蛮常买的花生酱。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款，然后接着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活力猴，它中文好像叫活力猴吧。然后一开始我记得我是在 iHerb 上面才看到，但是最近发现台湾好像还有蛮多厂商都有进的，对。然后这也是100%的花生酱，但是也不算100%，算100%嘛，因为它有加盐，对。然后花生酱加盐主要是提味用啦，我觉得啦，应该是对，什么东西加盐好像都提味用，就像我加甜点一样。好，来打开吧。哦，好。然后它这个也有密封，哦，这个还蛮好的。哦，我拉失败。嗯哼，需要。啊，它好像比较干一点。会花一点小时间把上面的撕干净，然后，它这个好像，哦，它这个有吓到我，因为它这个其实流动度也蛮好的，然后有看到吗？全部都是花生颗粒，有点惊人，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花生颗粒，而且那种颗粒是很大一块，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有倒挂过来，所以它流动性也还算不错。哇，这个花生酱感觉抹吐司就超好吃的。对，那一样的，沾芹菜，当然，来吃。加一点点盐，真的有提味用。然后，它的花生滋味跟台湾的花生滋味真的不一样，就是台湾的花生，它的滋味比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吉比花生酱，还有那个 Costco 卖那个两罐很大罐那个叫什么？我忘记，好像叫 Skippy 还是什么那个花生酱品牌，有点像那个味道，因为我吃过2次，因为它这是100%花生酱，然后我刚刚沾芹菜吃还不这么觉得，然后可是。我刚刚单吃之后，发现它咸度还蛮明显的，它的咸度还蛮明显的，然后颗粒很大，咬起来很过瘾，然后说不上来，就是它没有台湾花生那么的香，我觉得就是，可是它还是那种有那种绵密浓郁的口感嘛，所以就我觉得可能要抹吐司或是再搭配。一些东西是有味道，比如说沾香蕉，或是做一些东西会更好吃。对，然后它，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不会单吃。好，那再来看下一个，这个就是我期待非常久的 My Protein 的 Peanut Butter，然后它也有卖杏仁酱，可是杏仁酱真的很贵，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买。花生酱相对之下便宜一些，所以就。先试它的，很期待想要试，因为它看起来就很好吃。然后它很特别是，它这个是1公斤装，前面的这个我记得是400克吧，还是454克？对，454克就是一磅。然后金红的，就是台湾的，就是1斤装。然后这个是1公斤装，就是算大罐。然后它的包装我觉得超可爱，就是用这种小桶子装，然后。它背面是密封的，就是跟一般那种旋转盖子很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打开了，我花了一点时间，好像大概5到10分钟才打开它。然后我看到这样，好像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误会了，好像是我误会了吧？就是它边边好像是这样子叭叭叭叭就可以开，然后我以为就是要把那条撕掉这样，然后就好像不是，然后就边边被我割了，所以我可能会换个罐子。就是我打开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为。看得到吗？好像看不太到，我移一下镜头好了。是油水分离的，蛮严重的。搞一下。Oh my god！It's a little bit unbelievable. Anyway, so 我要去搅一下了。它整块都粘在一起了。好，
我决定我要用食物处理机打一下。然后我就是刚刚把那罐给挖进来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有水分，真的很厉害。然后因为我这个拿小的，我怕有点放不下，所以就是三次打，对不起。对了，然后我就是想用这次，也是跟大家说，如果你油水分离很明显，然后很严重的话，你可以用食物处理机这样搅打，它就会混合在一起了。哦，对，然后它里面原本有一点颗粒，但是这样打可能颗粒会不见，对，就是一个小缺点。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啊，好很多了。对，那我等下分次打，把它装到罐子里，等下再来吃它吧。经过一番努力，我把它全部都打匀了，变成这两罐了，就差不多倒出来是这两罐，满满的。这罐已经超满了，所以就是我先把它盖起来，我怕我打翻。打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颜色，发现就是它跟那个这个 Peanut Butter Company 这个也差不多，就是颜色他们都比较接近像我自己打的杏仁酱。对，然后就是我自己打的杏仁酱的颜色就类似这样，然后它里面有点好像是花生皮的那种点。然后我刚刚打的时候也发现它的颗粒其实也还蛮大的，就是还蛮明显的。然后其实你把它打匀，它的流动性也是不错的。对，那可能那个就是放太久了，呵呵。然后其实我刚刚在打的时候就有在偷吃啊，就是觉得舔手指那样。好，一样的来沾吧。这款真的跟杏仁酱很像，它比较中性，然后没有那么的就是台湾花生味那么重，这样子还是也是好吃的啦。还不错吃。然后它没有加盐，可是我觉得它的味道比那个猴子的那个还要再明显一点。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就是给的总评分的话，我这个我会比较喜欢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花生真的就很棒，我觉得花生味就是超重超明显的，然后很香，就直接吃就很好吃。然后这两个的味道有点类似，然后这个有加盐的，我觉得它适合搭配其他东西。然后这个其实它有点像杏仁酱，我觉得像我自己做的杏仁酱，就跟我印象中的花生酱想象的不太一样。对，都不错啊，而且都是100%，近乎100%，只有这个加盐，这两个都是100%的花生酱，不会到不好吃，只是觉得不一样。那我最喜欢这个台湾之光。那这次就是先这样子，那之后有可能也会有其他就是吃不同东西的评比吧，我喜欢，我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这样。对，然后就你们也可以买来吃吃看，就是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或是你们有推荐的花生酱或是坚果酱的品牌，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推荐给我。对，那这次就先这样咯，拜拜。嘿，为什么我打不开呢？